看到吓到 ，Toby， 去洗手啊！你要大便了，噔噔，孙小文 ，Toby 大便了，而且还没有卫生纸。孙小文，你这样子哦、喔，你没有拿卫生纸直接剪哦、喔。我好活了，我都用三张卫生纸了。让我来，要一点给你剪。你用三张卫生纸，然后来睡觉。我都不用了。好，以后的工作就交给你们了。还有，对，这个要送到垃圾袋里去。嗯，我们一起折，好不好？不要这个，我折，我折。我折。不用吵架。那姐姐折一次，你折一次。不要。觉得是他的工作，所以小米让他折。那我都不要做了啦！啊！孙小文，你要让姐姐做，知道吗？嗯。为什么要这样跟姐姐抢？那你们两个轮流做，一人做一次，可以吗？你也不太会折啊。等一下，油漆打沙眼，油漆一次。到底我能不能折？我说你们一人一次，现在这次给弟弟，下次就给你，这样好不好？上次已经弟弟折过了。从今天开始。好，等一下的又给你折，托比很快又来大便尿尿了。那你也不准折。没有，一人一次。不准折。等一下他就不折了，知道吗，孙小文？嗯，我不折了。一人一次，知道吗？那姐姐折完，下次换谁？我。对。给你擀面包。擀面包。